把老婆那可乐喝掉。啊！到点不给老婆开开。哎呀！哎呦我的妈！臭小子，伪娘今天给你好好上一课。哦。吃饭的人呢？叮叮叮，来了。你等一下，我还有一个菜。啊。啊？嗯，妈，这是一首简单的歌。怎么还没来啊？吃饭呢？来啊！催催催，天天催，天天吃饭，天天吃饭。啊、我不要拉完了，我怎么吃得下来？真是的，呀，天天吃玉米夹馍呀，妈，这个玉米夹馍也不太够啊。啊！叮叮叮。嗯，哼，呀，有人。呀，妈，这是帮我炖的老母鸡吗？哦，我要长这里，你这里老母鸡帮我补一下是吧？有老母鸡，谁吃这个玉米夹馍啊？这玉米夹馍跟你吃吧。啊？来来，都跟你吃。我想吃。你想吃什么了？你还有想法？这老母鸡我妈帮我炖的，我在长身体，要补一下。今天就便宜你了，来，你吃这个玉米夹馍。吃吧吃吧，便宜你了。这是菜，你也不吃。都给你吃啊！我要吃老妈给我炖老母鸡。妈，等一下，有人。哦，对对对，妈吃饱了我们再吃，要不然某些人被惦记。这么小气的男人，我感觉都绝种了。妈，那我先吃根香蕉啊。你不吃啊？臭小子，亲妈都要坑，真是欠收拾。儿媳妇没有白疼，今天看婆婆怎么拿捏你这自私的老公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哇哦，不错呀！儿媳妇真会买东西，这个玉米夹馍吃起来香甜可口。哎呦，不错哦。老板，你边喝可乐边吃这个馍，这样才好吃，赶紧喝。儿媳啊，这个好吃，这帮我拿一个。啊，好。老娘，你坏我好事啊！本来那个82年的陈醋已经到他肚子里去了。这个玉米夹馍夹着土豆丝和火腿肠，瞬间变成中式小汉堡，也太好吃了吧！你拿肉给我换，我都不换。儿媳啊，这个玉米夹馍松松软软的，真好吃。老婆吃这么快，小心别噎到嘛！来喝可乐，等一下噎到了还说你老婆不疼你。来来，赶紧喝。来，儿子一起喝。好，一起喝，一起喝。来，老婆，干杯。好戏开场。怎么了？有人。没事吗？你就装吧，看你装到什么时候。你吃饱了啊？我吃我的老母鸡了，妈。有个鸡爪子，还有鸡蛋壳。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快，快点欺负我儿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不是啊，叫你做个早饭闹这么大动静，你是不是不开心了啊？我没有，老公，我抱着孩子抱久了，然后腰有点痛，不小心打碎的。还没有没有，我看你这个人啊就是坏心眼，你看又是包子又是鸡蛋，也没有一个餐盒，你想噎死我是吧？啊，马上来来，怎么这么慢啊？刚才孩子在哭，我总拿睡。来，你是大份的媳妇，这就大份吗？这就大份吗 ？What？ 好，
我的，你是什么吃啊？你不赚钱。你什么意思？怎么了吗？还给我儿子吃包子？早上不就是吃包子，还有稀饭吗？我儿子还在长身体，要是你自己吃。对，要是你自己吃，我在长身体。哼。那我吃什么？儿子，你点个，我点点好吃的。哦，好好好。来，鸡蛋给你吃，大块豆给你吃。我妈给我准备的好吃的。快等一下。啊！吃吧，吃吧，吃吧。怎么？不吃啊？不吃你给我饿肚子。我等我妈的好吃的。金笔墨也不能换来那诗篇，换不来我要。哦哟，妈，还有砂锅啊！这里面什么好吃的？老母鸡。哦，老母鸡啊！妈，那我们吃啊。等一下。对，这里还有个外人，我们等一下再吃啊。那你吃完我再吃，等一下你又要流口水。你别笑，臭小子敢欺负我儿媳是吧？啊，太好吃了吧。这个榨菜不光配包子馒头好吃，配着白粥也是不错的。你看我吃小声点，我儿子都看饿了。对，吃小声点，吃这么大声干嘛？你这么好吃吗？老公，这榨菜配稀饭配包子真的很好吃。哼，今天儿媳可以吃顿饱的了。这么老母鸡我是不想了。每天能吃上一顿饱饭，我就知足了。吃完了吧？吃完了，吃饱了。吃完了，我要吃我的老母鸡啦！哼哼，骨头都没你份。嗯？啥情况？妈，怎么是个鸡爪了？我的老母鸡了啊！喂，你再敢欺负我儿媳，你滚出这个家门！姓什么？快吃哥，多吃点菜。好妹，老公回来啦。我哥来了。妹夫，你哥来了，乡下不好待，跑城里干嘛？我哥特意帮我们送菜来了，还有土鸡蛋呢。送菜呀、啊？快吃饭了，老公洗手吃饭。啊？不是、啊、这个鸡不是我叫你买的晚上我下酒的吗？你怎么现在就拿出来？这不是我哥来了吗？我就想着多炒几个好菜给他吃。不对不对，这个鸡下酒的，那走走走，拿走啊。还有米饭再跟我打一碗。啊，这怎么都是肥肉啊？我不吃肥肉，你吃肥肉吧。是，是啊。还有啊，你要炒个蔬菜，没蔬菜怎么下饭呢、啊？这是不都可以下饭呢、啊？蔬菜要荤素搭配，荤素搭配才好吃。哎，炒菜。来，这肥肉给你吃。
这个蛋你家里带过来的？是的。啊？这不是咸蛋的。不是。下次你带咸蛋给我吃，我喜欢吃咸蛋。好啊。吃。别客气。好。这鸡腿怎么卤的？怎么都是一个味啊？这我要吃辣的，知道吧？你以前不都是这样吃的吗？来，下饭菜来。那我想吃辣的。你干嘛？你这样子让我哥怎么吃啊？我以前不都这样吃的吗？他怎么吃？不就这样，就这样吃？来，快吃哥，吃别的菜。我不吃了。吃吧，别客气。这什么的请下饭。今天就这菜还好吃一点，其他都不行。旁边啊。行。哥走，我带你去外面吃。好。活该。你没有看到我儿子还没来吗？快去叫我儿子洗脚吃饭。用尽所有力气，最近儿媳受委屈了，还天天被这小子欺负。今天我要他好看。哎呀，坐回这吧，坐回。没大没小，天天喜欢坐我位置。哎呀，今天吃馒头啊，我昨天吃多了那油腻的东西，我就想吃点这个馒头还有这个榨菜解解腻。哎呀，这鸡蛋我也爱吃。猪儿子，今天就别怪伪娘不客气了。没听到吗？我吃点榨菜解解腻，你吃什么吃啊？真是的。那我就看着你吃吗？哎。嗯。妈。妈什么妈？你等着，你就等着吧。这个外人生孩子不如生，还想吃东西啊？啊？看看你这嘴脸，真的让人讨厌。来，上好。啊？妈，这是做给我的呀。不是啊，妈，你什么意思？有上好你就给外人生，你什么意思？这给我吃，给我吃。这是妈给我的。什么妈给你的？妈凭什么给你啊？我都好几年没吃烧烤，妈特意给我做的。你好几年没吃啊？我一天没吃，我就想吃。给你准备的，他是我亲生，怎么可能给你准备的？想什么呢？你吃个馒头，哎，做蛋，蛋给你吃。哦，还有榨菜给你吃。我想吃烧烤。你吃什么烧烤？馒头你吃不吃？不吃你给我饿肚子，吃不吃？妈，这里面有没有那个烤腰子？有人有啊。哎，那个羊排有吗？有啊。鱿鱼呢？都有啊，都是我爱吃的，那我吃了。哦，这外人还在了，厉害。老公，你是不是饿了？要不吃个馒头先垫垫肚子吧。哼，我才不吃呢，来给我妈吃。那妈你吃。吃。你想让我吃饱，然后我烧烤吃不下分给你们吃，没门。嗯，真香。有人在流口水了，开始吃香蕉了。这个榨菜吃起来脆嫩爽口，不仅配稀饭馒头好吃，配着白米粥也是不错的。真不错。那些这个榨菜皮馒头真好吃，好吃吧妈？
我的烧烤更好吃，还真能吃啊！一盆馒头都被你们吃完了。我操，牛逼！吃完了，吃完了，吃饱了。好牛吧！妈，我要吃我的烧烤了哈！我吃烧烤了，你吃吧。馋哭你！啥情况？考上海清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三天不出事，要是还有更狠的。哦！快吃哥，多吃点菜。好妹。老公回来啦。我哥来了。妹夫，你哥来了。乡下不好待，跑城里干嘛？我哥特意帮我们送菜来了，还有土鸡蛋呢。送菜呀、啊？快吃饭了，老公，洗手吃饭。啊？不是啊，这个鸡不是我叫你买来晚上我下酒的吗？你怎么现在就拿出来？这不是我哥来了吗？我就想着多炒几个好菜给他吃。不对不对，这个鸡下酒的，那走走走，拿走啊！还有米饭再给我打一碗。吃。哎。吃啊！这怎么都是肥肉啊？我不吃肥肉，你吃肥肉吧。是。吃啊。还有吧，你要炒个蔬菜，没蔬菜怎么下饭呢、啊？这是不都可以下饭呢、啊？蔬菜要荤素搭配，荤素搭配才好吃。哎，炒菜。来，这肥肉给你吃。这个蛋你家的带过来的？是的。啊？这不是咸蛋了。不是。下次你带咸蛋给我吃，我喜欢吃咸蛋。好啊。吃。别客气。好。这鸡腿怎么卤的？怎么都是一个味啊？这我要吃辣的，知道吧？你以前不都是这样吃的吗？来，下饭菜来。那我想吃辣的。嗯。你干嘛？你这样子让我哥怎么吃啊？我以前不都这样吃的吗？他怎么吃？不就这样，就这样吃？快吃哥，吃别的菜。我不吃了。吃，别客气。这什么的，请下饭。是好吃啊，我知道啊。啊？怎么样？嗯。行。哥，走，我带你去外面吃。好。活该。儿子终于又犯了，拿来吧你。那我就成全你。你干嘛干嘛干嘛？妈，我吃饭了，这是给我儿子吃的。给我吃的吗？这是米饭哥吃吗？妈好像不够啊。不够，都给我儿子吃。都给我吃，你吃什么吃啊？一个外人。我怎么就成外人了？那我吃什么呀？你俩吃东西啊？外人吃怎么吃？生孩子不会生，真是的。婆婆今天怎么不理我了？平时对我挺好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
都说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我这是嫁了一个什么玩意儿？女儿生了四个，现在倒好，成了外人了。Hello， 来，你吃这个。嗯，妈，这是给我做的呀。哦，还有竹签呢，妈，烧烤吧。烧烤，有人烧烤吧，烧烤，你吃什么吃？啊？这是妈给我做的。什么给你做的？你外人是什么？他是我亲生的，怎么可能给你做的？我看一下。哎呦，原来是烧烤，烧烤，上海青呐、啊！来来来来，吃一个，吃一个，吃个，吃个。婆婆怎么也变坏了？妈，这生的上海青怎么吃？怎么吃？就这样吃吧。怎么吃呢？你不吃啊？不吃那就别吃了。给我留一点啊！给你留什么留啊？你等下吃你的烧烤，对吧？妈给你准备的烧烤。拿来吧你！你不是欺负老实人吗？谢谢啊。What？ 谢谢哈。香蕉也不给吃，看来今天你们母子俩是串通好了要让我饿肚子吧？哎呀，你这个香蕉好甜啊！因为是你老娘种的。别看了，我看到你流口水我都吃不下。别看了。儿媳先忍忍，好戏在后头了。我老娘厨艺有长进了，这个笋尖炒肉吃起来又脆又嫩，也太好吃了吧，嘿嘿，就是有点太费米饭了。妈，你看还有这么多菜，你再给我打点米饭。米饭都打给你了。都打给我了，你煮多少饭嘛，真是的。煮了五斤还不够你吃，五斤啊，你下厨十斤是吧？嗯。我的天哪！老公，这个原味笋尖很好吃吧？好吃啊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哼！儿子吃饱了呀？算吃饱了，真是。吃饱了，还是你吃？妈，这烤青菜 我吃不下。来来来来来，哎呀哎呀，来都是青菜。哇！这什么好吃的？哎，这什么呀？哇，大烧鸡啊！烧鸡，我的！你这个肚子里还想吃烧鸡？这什么？来，艾希，你吃这个，这个才有营养。谢谢你。哎，你干嘛？你怎么进来给个外人吃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这鸡我的。还有啊，孩子都哭了，你怎么当妈的？赶紧把你出去，去！真是的，哎，你坐那边去，在我的位置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每天上班，晚上下班回家，还要带孩子、做饭、做家务，可我连一口热乎的饭都吃不上。哥哥姐姐们，你们说这样的老公我还能不能要啊？来，不是这，谢谢妈。鸡蛋。哎，你吃什么鸡蛋了？这鸡蛋我都不够吃了，你凭什么吃啊？真是的。Hello。还有，这米饭给我吃，打这么点米饭。你怎么能这样啊？什么这样啊？你这个外人配吃吗？你又不赚钱，真是的。你怎么睁眼说瞎话？我哪天没上班？妈，那我吃什么呀？等着，我就给你吃好吃的。哼哼，你就等着。哼，她是我妈，怎么可能给你做好吃的？哼，妈可是我亲生的，有好吃的都得给我。这嘴巴还真是大得吓人，别的不行，吃必须要服你。来，艾希，妈给你做了一道硬菜，谢谢妈。硬菜啊，硬菜给一个外人吃，别动，我要看一下。哎呀，果然中运的，吃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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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妈，这砖头怎么能吃啊？砖头怎么能吃？就这样吧，生啃。吃吧吃吧。哎，婆婆到底几个意思啊？怎么变卦的这么快啊？放这里感觉不安全。这豆皮是我做的，给我跟妈留一点吧。什么给你留点呢？我都不够吃呢，凭什么给你们留啊？真是的。
妈养的猪都没你吃的多。你别笑。啊，最后转一个眼睛吗？我老娘可真坏呀、啊、真不愧是我亲生的，看来某人今天是没得吃了。嘿嘿，今天这豆皮拌饭还真不错，也不知道米饭够不够。烦死了。哎，讲什么呢，真是的。这是啥呀，这也太好吃了啊。哎呦，真的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再来一口。熄火了。你别笑。老公。嗯、真厉害呀，这一大盘饭都被你吃光了，这豆皮有这么好吃吗？这豆皮好吃啊，关你什么事啊，又没你的份，真是的。你真的很牛逼。吃饱了。吃饱了。哎，是这个。嗯、来来来，吃吃吃吃吃。大烧鸡，你在那吃火。哎，怎么有大烧鸡啊？我的，真有大烧鸡！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想什么想来？走，好。嗯？你吃什么呀？我儿子都不够吃。What？婆婆今天是怎么了？哎，儿子吃饭呢。哎呀，哎，你干嘛？你坐我位置。真是呀，今天有鸡腿呀，还有我爱吃的笋尖呢、啊。这个也是给我儿子吃的。都给我吃了吗？谢谢妈。今天我是做错什么了吗？妈。你都给他吃了，那我吃什么呀？你等着。你就等着，你这个外人还想吃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妈欺负你老婆，你不帮衬就算了，还来个落井下石。哎。来，你吃这个。啊？妈，这是给我准备的。真有准备了吗？别动别动，我帮你看我帮你看。哎呦、哦、这么大一只上海青呢，吃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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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。哎呀，妈，这上海青怎么吃啊？上海青怎么吃，就这样吃，跟吃饭一样吃啊，来就这样吧。嗯，来，你别笑、嗯、这男人怎么这么讨厌啊。他最后转一转，我也想吃这个笋。你吃什么笋呢、啊、你配吃笋吗？你长得像吃笋的人吗？真是的。妈，明明我买的，而且还是我做的，现在好了，啥都没有我的份。唉，真香。我还是先吃个香蕉吧。慢点。还是儿媳妇懂事，不像这臭小子，眼里只有他自己，最近老是欺负我儿媳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今天为娘要好好收拾你。哦。妈，他总盯着我看，让他看一下呗，这么小心他也吃不到。对，你又吃不到，真是的。都是我的。哎呀，没办法，谁叫妈是我亲生的了，不饱我喂饱，难道把一个外人喂饱啊。妈真香。哎呀，厉害。妈，你看他手指流了好斤好几斤呢。你炒这个笋的真好吃。这是我炒的。你炒的？嗯，厨艺有点长进嘛。
是这个笋好吃，不管怎么炒都很好吃。还看我吃完了，还看，哎，你不饿了吗？来来来，吃吃吃吃吃，吃吃吃吃吃。哎，大烧鸡。嗯，怎么有大烧鸡啊？可是我妈跟我怎么的？我的。你这个猪是鬼！我告诉你，老婆是有奶虫的。是什么？